它最高的地方侧弯角度是达到了40.5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面前的这个公交车呢，所在的地方呢就是 ESC 实验场，它主要就是保证车辆不跑偏、不甩尾、不侧翻，合称呢 ES 提供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您面前这个车呢是我们的旅游车，它现在也是进行了模拟高环测试，现在呢是在最高的环道，70码上的一个速度。